好，我要几米啊？好，来，我们哦，小丑鱼就买这只啦。头下敢有人来要买这只？欸，这到底买对买啊？我敢饲这我吃古锥呢。来，哦，这古锥，难懂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过来，因为我顶家迄只鱼仔已经足顺了，我过来想要过来补一只。我看今天要来补什么鱼？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海水在进，它进进出出哦，它是跑得非常快的。好，基本上白龙水的饲哦，就是饲一寡较入门的。这只黄三角。这只我看这只目前跟他看是首选，因为内底黄色的鱼目前没有。啊，你若讲湖里的话，湖里我内底是有。加那看这只魔这只，迄多利哦，多利对我来讲，我讲目前来讲，我暂时先甲藏咧好啊。这只唔知道到底什么呢？这只敢这只那看了袂歹，这只，这我觉得是很不错，感觉。好，来我再来看一下哦。啊，神仙！啊，迄只，这只那无啥共，这只无啥共哦，迄只会使哦。啊，佮另外这只那嘛来，感觉那敢那唔知甚物狐狸啊倒掉这只。好，安尼差不多当刮刮的啊。一头诶，问一下，这是黄三角的哦。黄三。啊，这几只几块？五千的哦，好，五千先叫红旗好啊，好，啊，这只嘞，这只遐那黑三角不会坐嘞，那只人遐寄放的，哦，寄放的哦，紫倒吊，这只价格也是不菲的哦，大概3-4千块吧，但是为什么边边拢一个倒吊，为什么这颜色无同，来计小差者，伊是稀有的哦，啊，这灰灰这嘞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暴龙龙头科，啊，这是草虾啦。龙龙头应该去弄草虾，可能啊，但我内底无虾啊，就无差嘛。哎，迄两只闽南虾怎么发现只阵无去咧？王星。嘿，无就转突然间无去啦。啊，这只啊，我记这是黄神仙嘛。嘿，黄神仙。啊，这几块？那个200。200嘛。啊，这只这乌乌这只，看那顽皮豹这只，这是算什么？黄倒吊吗？上下开一只大只吗？哎，到湖里下开一只。黄倒吊。啊，一只对偌济？350。黄倒吊可能嘛袂歹饲吼。好，安尼我甲你讲，安尼掠这只好啊。这只啦，但我内底有一种，伊嘛是种乌倒吊，黄倒吊，我想看卖，还是黄倒吊纯粹掠。啊，伊所以黄倒吊伊的颜色本身就是生做安尼啊。小只的时候会较黄，啊大只就会变绿啊，咖啡色，变乌乌安尼嘛。好，先抓迄只，我想坐好个，来。啊，原定这是神仙，我顶下迄只黑三角无买，我感觉可惜，毋知。上次那个黑三角没有买，稍微好。哦，目前咧看是安尼。做人可以点个惊鱼，啊！这狐狸我内底有啊，无狐狸的鱼也嘛袂歹饲。好，我再来看一下啊。咦，袂歹哦，一只。啊，迄只好，迄只那大把，迄只应该袂歹饲。第一只150。迄应该是好饲嘛。好饲。都大把，啊！伊敢会做到？伊是雕类还是迄落？唔是雀雕。啊！伊个性敢会做凶悍的？它也算是肉食的。肉食的哦。无虾子无差，但是伊就是袂去，伊对其他鱼啊应该是还好嘛。伊我甲看伊个面啊足歹，但是足歹鱼啊应该是较好饲啊。系啊，好，我搁看一下安尼。我即马咧考虑看嘛要买即只，伊这内底这一只里面，伊这伊个形状较型哦，同类的鱼它比较会。拢也小加哩啦，啊！但我搁做想要甲买起来呢。头下这只顺耍好啊，起着。黄倒吊。嘿啦，起着好啊。
我顶个买只花刀钓，有够大只，当伊一只来底做王啊。好啦，十七年就做王啊。啊，原本想说他好像不会开口，会不会叫训练成功啊？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哦，今天哦买了哦这两只，安尼好 ，OK。好啊，多少的变量？你讲啥？你拿几贵？哦，我知。有点变化。好，那我们就今天哦多了两位哦鱼鱼的新进同学啊，因为你保鱼啊，我来稳定之后，我才过会加了。我是感觉稳定性是还不错的。好，录影结束，谢谢，回去放鱼。